谢谢我们的大会主持人，我党三中主席黄和莲同志，我们西部迷你民族路三方面的儿女、迷你的兄弟们、姐妹们，大家晚上好。 有一首歌，他的歌词是这样唱的：蒙住眼睛，别以为看不到；蒙住耳朵，别以为听不到；蒙住眼睛，不要以为看不到；蒙住耳朵，不要以为听不到。小弟漂洋过海来迷你。 就是要告诉陈昌南，今天小弟来要讲真话，陈昌南要变成情感男。小弟早上4点就起来，从怡保驾车到 DAP 坐飞机。 飞机都把我送来，没离，先把我运到古晋，又从古晋把我绑架来到品都路去，品都路又再回来，山南山北走一回，漂洋过海来看你。最重要就是，小弟到品都路的时候，一个人脸挡着元老告诉我：“堪南不倒，人脸不保，人脸不倒，百毛不跑。” 百毛不倒，人民吃草。我们砂拉越有很多特产，有很著名的胡椒粉，有很好吃的公鞭，还有干馍，都不错。但是马砂拉越最著名的是你们波浪形的马路，马狗的路。小弟从平都路来，现在脚还晕晕的。 好像治疗那个安眠药叫阿哥够量，因为走的路呢，哦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那个马路是马走的路，走起来不小心头如果忘记戴高帽，头还会撞到车顶。小弟问我的同志，沙劳越这么长的路都是谁做的？他告诉我，这些路都是 CMSB， 我说 CMSB 是很好的公司啊。 他的名字叫扎哈亚马达萨拉旺，翻译成华文是沙劳越的儿子。然后我的朋友说不是 ，CMSB 是叫 Chief Minister Sambahat，马来文就叫做 Jari Makan Senang Berhad。我说。 沙劳越没有王法，没有法律吗？我的朋友说没有。沙劳越没有首席部长，只有土皇帝。所以沙劳越这路是他的，桥也是他爸爸做的，垃圾也是他爸爸倒的。现在品都路连这一根粪池做那个 central sewage system， 也是要由百毛的公司来做。以后品都路的人。 大便还要拿来这个代表，为什么？以后大便要问过百毛，今天肚子痛可以屙吗？因为每个月要给10块钱排污费，全部双手称上，好像从前太监呈给皇帝一样。各位，百毛不倒，人民吃草。30年，人家说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。30年，人生没有几个30年。 白毛就好像国政，是一辆老爷车，不管换什么 spare， 它都是老的 engine。当然，现在白毛有新的老婆，所以他现在他太太跟他讲，晚上天天要开车，然后很快就要下车，然后不久以后就要上车。 上什么车？我不知道。有人讲棺材车，我说不是。<笑>
进起了一间五亿耗资五亿非常现代化的监牢，一平均一间牢房用你爸爸的钱358千建的，358千可以买一间半独立，里面可以装掌控器，也可以放冷气，还有 Astro 可以看。建设美美的监牢，如果不把百毛树放进去坐两天，我们哪里爽快，对不对？邓小平都讲，不管黑猫白猫，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。三合院的人讲，不管红毛黑毛，就是白毛不是好毛。当然4月16号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拔毛，而且要把白毛拔到清清光光。当然毛有两种，头发这是白毛，下面这是阴毛。阴毛你们就不好拔，留给他新的太太慢慢帮他拔。三合院的人，我问普通，尤其是我们土著朋友，一个月薪水收入200-300块，我说200-300块你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啊。200-300块现金油一个月起，六个月起了5次，润97从2块钱起到2块7，过后年给他们逼走了，糖一定卖给赛孟大，一年里面起了3次，过后年多的时候50年糖都不可以起价，快2钱就是快2钱，他就把它起到现在2块多钱。416如果国政大胜，肯定又送你一份礼物，白糖再起，面粉再起，汽油再起，样样起，起到你将来真的像 Superman 一样起肚装外面。当然白毛那不是人间烟火，它也不知民间疾苦，我们现在沙捞越普通小百姓，每一个人都只会唱许冠杰那一首歌，什么歌？80年代很著名，我的日本打工仔，一生一世为钱币啊做奴隶，一生一做日日做都都爱死死俾你睇，佢话冇乜所谓。我哋做到半死啊，佢讲冇乜所谓，因为真没有吃到肉，他不会痛。百毛有的是角毛，他的财富是9牛1毛，所以大一点不多。今天百毛能够在沙捞越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，作威作福，谁的功劳最大？美女的陈堪南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百毛。百毛第一个不能要的，牛魔王你不要，最先要做的就是他身边的牛头马面、牛鬼蛇神，全部跟他斩到清清光光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百毛袍，要看到上有上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美女，全马来西亚的人都在看美女，美女就是我们美丽的故乡，美女要改变，火箭要升空。演讲最怕就是要每天报告明天开个万字车牌。这一个单司令 Double QMJ9919 麻烦你一下。不要真的明天去买本家要豆豆，又给陈志远赚了2块钱。各位，我在这里不是来给大家，只是讲了大家爽爽笑笑而已。政治是国家大事，有一句话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沙捞越是天府之中，
沙劳越不管什么天然资源，树丛、土地、石油、天然气，在全马来西亚13个州里面，沙劳越讲第二，没有人敢讲第一。我们把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命运交给百毛和人脸党去管。王小二过年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从全马最富有的州属管到现在13个州，全马第四雄的州属，只剩过丁加奴、吉兰丹还有小弟来的霹雳州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们给他变小话都给他排水。沙劳越要救沙劳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4月16，4+6+1等于11，11就是2支火箭全部给他升空就对了。当然我们这里人山人海，一望无尽，小弟弟有一点近视都看不到尽头。最少刚才我的同志告诉我，今晚打破了美女的记录，最少15000人出席。打破记录不够，最重要的，今天回把听到的回去，用 SMS、用 Facebook、用 Twitter， 叫你的亲朋戚友、兄弟姐妹，4月16一定要记得早上醒来，男的安看。虽然头发没有这么多，但是不要担心，10个光头9个富，头发梳亮亮，好像抽嫩发一样。牵着你太太那好冷的小手，一步一脚印走向投票站，打开票站，看到火箭旁边打一个叉就对了。我们在这边说，人脸党骂小弟，人工都会讲不会做。朋友，不要讲这样多，如果要我们做给你看，你就4月16好像槟城、吉打、吉兰丹、霹雳州，还有还有雪兰莪州，5个州一夜之间变天，敢敢改朝换代，政党轮替，我们行动党做给你看。百毛，行动党有林观音，百毛是首席部长，林观音也是首席部长。槟城这么小，如果等槟城不知道有没有沙劳越1%哈，我们百毛短短5年功德无量，把你们的土地短短5年批准了150万公顷，等于23个新加坡这么大给他的本党，23个新加坡这么大，短短5年，你再给他做多5年，大都没得了。